3月18日，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了今年电影节官方海报。这款海报由著名设计师黄海设计，采用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的造型和场景，意为创生万象，幕后为王。海报发布之后，引来业内和观众一致好评，短时间内就成为一款人见人爱、口碑盛传的网红海报。很多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在看到了这款海报之后，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重温《大闹天宫》这部经典动画片的想法。其实，上海国际电影节早就为观众想到了这件事。今年，上海国际电影节不仅要放映《大闹天宫》，而且此次放映的是《大闹天宫》最早期、最完整的那版，且是目前为止修复质量最好的版本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